家去，是最后一个星期了，我带芊芊、许勋来哪里的 Blue Eyes 在 Bukit Jalil， 嘿，回来了。现在他们两个都不在，他们的人现在已经是在这一边了。你们在看啥？看牛啊！在看啥？啊！溜冰，溜冰，滑雪。OK。你来去玩吧，去滑雪。OK， 现在我们去买票，然后我们就进去吧。好 ，OK， 走 ，Go。你们来这边的时候，记得要看好这个时间来安排。不然就很像我们现在这样子，要等一个小时多，还有时间进入了，没事啦，等等，所以现在你们要穿长裤来，这个是不穿长裤的后果。雪雪很期待第二次来带他滑，第一次，哇，我先滑下，第二次，好看雪雪这次滑的如何。好了，去吧。来，这哇，两个滑这样快，哈哈，阿雪比较会滑了，我之前好像跟他盖床单这样子。哈哈，跌倒了，有痛痛吗？哎，你不要蹲下来呀，我觉得你很危险的，我觉得。把他吐喇叭不会滑的，吐喇叭我怕你。现在变成我不会玩了，对吧？也在看中场表演，那个脚好像用来走，不是好像第一次玩的。有进步了哦。对了，有海报会好一点吗？先。这样子来是来溜冰的。看你的姿势。看，看你转圈圈，转圈圈，转不到圈圈。你哥哥就是喜欢乱乱滑，哈哈哈哈，好玩吗？先要飞上来呀，哈哈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哇，哈哈哈，冲到那么远啊，哈哈哈。好快分啊！哎、欸，太多新鲜的东西了。玩到都叫狗，玩到都晕倒了，我今天刚玩完了。哦哦哦！妹妹早就三粒了哦。肯定是猴子猴子是用蛮力的，快滑下来！哦，马骝精，哎，马骝精，你在睡觉，马骝精，去玩别的了，雪燕姐没有时间了啊。我来了，你讲我来了，慢走慢走，很多特别的。哦哦哦。
呀！展示你们音乐的天赋。去玩啊！然后不需要扶，你这又不需要手。要当起来了没？回去，外面的小孩起来玩了哦。这个是最安静的一项游戏。有人爱远东的吗？知道，我是想可以让你们安静下来啊。要晕了哦。哦，说的不错哦。要关灯才会肯走啊！他们也很清楚知道他们的习性。是啊，小孩子的习性。哦哦哦，哈哈哈哈！全部一个两个逃跑了。继续玩啦，全群，继续玩。哈哈哈哈！好好玩啊！我玩了一整天，溜冰跟这个，你们觉得哪里个比较好玩？溜冰比较好玩呢。嗯。但是我看你们玩溜冰都好像不开心。圈圈是两个。如果是兔宝宝玩，兔宝宝觉得这个比较好玩，很长很大，它里面是很大，然后价钱其实还可以，它公共假期才50多块，然后平时三十九，嗯，但是它里面很大，所以大人进去要10块，嗯，属于是游乐场来讲，它属于是比较好玩的，我觉得是最带他们最多次的是这个最好玩，最好玩的。你觉得里面的设施玩两项楼个哪一个是最好玩的？第一个的，第一个，那个是咩？学你呀，里面设施哪一个是最好玩？这个里面，他就是那个。是咩？我还真的不理解小孩子的世界。你有没有敷衍我？你们看，妈妈那个玩家的时候都玩得挺开心。好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还是你们玩到最后才对那个有印象吗？哎，最后又玩了一次，是不是？拜拜！这边遇到你们的粉丝，以前遇两个你的粉丝，